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丁。今天呢是本频道的最后的一个视频了。那是这样子，对，因为本身我的时间已经太紧凑了，没办法说在投入时间在频道上面了。那所以说今天就随便的拍个视频，然后跟大家感谢，就感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了。那虽然说频道做的时间并不长。好像我是17年左右9月份然后做这个频道的，到现在反正就是刚好4年多了。然后像软件上面的我有信心交了，我基本都交了。那像别的软件主要不是我的主要软件了，当然也能用，但是我觉得交不是特别的好。然后钢笔的话就是反正久了都知道，基本上最喜欢就这支，日用呢是这一支，再下来了就是这一支，那反正就是主力。那其我从一开始拍吧到现在应该是没有变的，这几支也是我一开始拍的那个，就那几个视频吧，就是一开始的几个视频就是这几支。那而且就是拍视频嘛，我觉得就是时候就告一段落了，我想把时间去投入到做一些新的事情上面。所以呢就这么多年再一次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。那像微信还有那个Facebook 的，那所有的回答我将会去停止。微信群呢，我在之前微信其实已经发布过了，然后微信群那边我已经是完全退群了，那现在的新管理员不是我了。那所以说只能说这样子告一段落了，那这一点上面非常抱歉，那我们有缘再见，拜拜。